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球迷朋友，欢迎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0赛季中超联赛第十轮的直播。那今天这个比赛日，我们马上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直播呢，是北京中赫国安队在苏州的奥体中心来对阵天津泰达的比赛。对了，又是京津德比，这么一个每个赛季可能都会让我们非常关注的比赛。今天在演播室，我们依然还是为大家请到了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王长庆啊，长庆你好，魏老师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嗯，啊，那又是到跟天津的比赛了。作为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球员哈，这种比赛，你觉得作为球员，他是一种什么心态？是不是现在已经不像原来那种感觉了？确实是哈，原来可能京津德比基本上应该算是应该这种城市之间的这种较量吧，但是现在可能似乎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现在其实两个城市的这种球迷啊相互之间其实大家融合了很多，对，所以显示的这种原来的京津德比这种火药味儿啊可能没有往常好像那么浓了。一是球迷之间这个对立情绪好像不像过去那么强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两支队伍现在确实也完全不在一个实力档次上，对吧？不像过去啊，那可能北京稍微强一点，天津弱也弱不到哪儿去，也是强队，所以打起来会非常激烈。但是现在的天津泰达这个赛季确实是比较难办啊，目前一场都没有赢过。那么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我们自己最近的表现吧。过去五场比赛国安队有四场都没有取得胜利，上一场比赛对阵武汉卓尔更是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打成了一个2-2平局。比赛第24分钟，北京国安前场断球展开快速进攻，张玉宁左路送出精准传中，巴坎布禁区中路停球后攻门命中右下角，北京国安1-0领先武汉卓尔。巴坎布连续五场破门，一共打入8球，本赛季中超入球数达到9球，高居射手榜首位。第45分钟，比埃拉中路突破送出妙传，张玉宁停球后闪开防守攻门，球打在右门柱内侧弹入网内，北京国安2-0扩大了领先优势。上半场补时的最后阶段，北京国安险些再下一城，张玉宁的攻门击中左门柱弹出。半场结束时，北京国安2球领先。一边再战，第58分钟，刘毅插入禁区左翼小角度攻门，球被侯森扑出底线。半分钟后，张稀哲送出绝妙斜塞球，张玉宁禁区右翼的攻门被王志峰扑出。第67分钟，李航右侧角球传中，巴普蒂斯唐头球攻门命中，武汉卓尔将比分扳成1-2。第69分钟，埃弗拉左路分球后插入禁区，刘毅传中，埃弗拉头球攻门命中右上角，武汉卓尔3分钟连入2球，将比分扳成2-2平。中场哨响起，双方均再无建树，最终北京国安2-2战平武汉卓尔。有点遗憾吧，因为对手本就机会不多嘛，但是把握住了，然后最后扳平了比分，所以还是比较有些可惜的。北京台报道。活出漂亮的别克昂科威 S 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其实2-0领先的时候确实挺漂亮，但是这个从2-0到2-2，不光是场面不漂亮，我们心情也很不美妙。这支球队啊，我觉得在本赛季之前，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时候会经常出现3-0变成3-3、2-0变成2-2这种情况，这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呢？我觉得就是说这种3-0领先被对手扳平，或者两球这种扳平，可能有偶然的因素，但我觉得偶然之下肯定会有必然。就是首先我们可能今年因为赛事的这种情况，大家对于比赛这种专注力，我觉得因为没有球迷那种呐喊，没有这种兴奋的程度，可能就跟打一场教学比赛一样。但是我相信，因为每个队其实大家都一样，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其实在这种赛会制的比赛之下，可能拼的就是教练员之间的怎么这种调整，对这种临场的应变，其实对于整个联赛来说可能至关重要。对，其实一支队伍呢，可能它整个它运转起来啊，在比赛期间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系统的工作，但是再复杂再系统的工作，需要各个部门各个这个不同的工种去参与，它里边最核心的还是竞训，就是教练团队和球员最后去把比赛完成什么样，其实所有的工作都在为这个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最终核心的这个内容没有做好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很麻烦的。对，所以球队肯定是状态有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去调整这个问题，怎么去修正这个问题，那在
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内西奥是怎么说的。首先呢，作为主教练是为球队的所有成绩来承担责任的，而且只有主教练来承担这个责任，没有任何人其他人来承担的。就是我们现在球队呢，目前为止都是非常融洽的，气氛都是非常和谐的，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球队呢，现在肯定是有些地方是需要提高的，肯定是有些问题需要纠正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为我所有的球员是感到非常骄傲的，我为他们所做到现在一切都是非常骄傲的。其实呢，也不仅仅是这个下半场的一个问题，有时候就是在比赛中，就有时候出现了十几分钟的这种感觉，就是属于对比赛的这种掌控力下降。所以说，而往往就是在这十几分钟之内，我们遭到对手的这个反击啊，包括我们出现了这种惩罚，就是这一点我们需要提高。现在泰达队的这个情况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其实作为教练，包括我也是能非常能体会到他们此时此刻的这种感受。但是呢，我们大家对前几场比赛的一些结果是有失望，但是还是希望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去准备好这场比赛，毕竟前几场比赛还是比较积极的东西的。如果我们能继续的按照这种积极的方式去努力的话，去提高的话，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非常好的，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球队的。我也是在此也是非常信任我的球员，也是为他们所做一切感到欣慰的。最近两场比赛循序渐进的把比赛的时长去延长，对我的状态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现在的这种状态可以帮助我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好。我相信自己在这场比赛会100%的发挥出自己的全力，我也希望我能够帮助球队去把这场比赛拿下。奥古斯多出席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就预示着他这场比赛当中肯定是首发出场。我们目前拿到首发名单的也确实奥古斯多是作为队长首发出场在中场的一个位置。但是呢，防守也是赛前新闻发布会大家探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确实这支球队到目前为止九轮比赛过后丢了14个球，这个数据太高了，作为一支强队来说，而且这14个球里面有5个是被定位球的配合直接打进的。对，这还不算你第一次定位球罚进去解围出来，然后对方二次进攻的那种进球啊，这还没算上。为什么会出现我们防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整体防守啊，它是因为是这个因素比较多。其实我想重点说一下我们的这种定位球的防守，就是定位球。其实我们现在队里，我们看这几场了，其实大家都采用的这种区域防守。但是区域呢，一定要结合盯人，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这种单独这种制空能力、投球能力，可能在我们自己队当中，这种可能屈指可数，可能有2-3个人投球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能不能达到这种纯区域防守的这种能力，可能我觉得，因为毕竟这么多场比赛下来，我觉得应该对于这个答案应该是给予主教练了。对，那对于主教练来说，那你怎么能够应变，是吧？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这个热内西奥来去总结的。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呢，因为我们在周一的足球一百分节目当中呢，也采访了胡建平胡指导。胡指导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赛季的准备期全部都是按照这个区域防守去练的，那你现在突然改成另外一种防守体系，这是很困难的，可能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能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去修正？这个就是怎么去修，这个、可能是真的考验教练能力的时候了。好了，我们接一段广告吧，然后一起去到苏州奥体关注这场比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0赛季中超联赛的现场直播。我们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在苏州奥体中心举行的国安队对阵天津泰达的比赛，又是京津大战。那天津队已经率先走到球员通道，阿西姆彭带着队长的袖标。不过这个赛季的阿西姆彭呢，好像已经陷入了一个低谷，不仅罚失点球，而且九轮打过之后居然没进球没助攻。这个也是天津泰达到目前为止成绩很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阿西姆彭不产出了。立马今天我们看到穿9号球衣的这一位啊，这是上周才刚刚到队的巴西外援，天津泰达紧急在转会窗口打开之后呢签下的这名巴西球员，此前他是在葡超的吉尔维森特效力啊，刚刚从葡超来到中超，可能对他来说还有一定的适应的过程。但是他在葡超其实一个赛季取得10个进球啊，这个应该说能力也不容小觑。今天呢，我们还是为大家请到了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王长庆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场比赛。长庆你好。魏老师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谭旺松坐在替补席上，今天他没有获得首发的机会。其实和上一场比赛的这个阵容比起来呢，王宝山教练的这支今天的这支天津泰达啊，确实是摆出了一个防守的架势。比如说像车世伟啊，像谢维军啊，像谭旺松这种进攻能力比较强的球员，今天都没有获得首发的机会，包括郑凯木啊都没有获得首发，反而是像邱天一啊这种高大的中卫在首发阵容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那另外呢，就是也是防守型的球员钱宇淼今天也是首发，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在场上到底什么位置。国安队的首发阵容也做出了一定的调整，那么守门员依然是侯森。在后防线上呢，我们看到了金民哉、于洋继续搭档中后卫，左后卫是李磊，右后卫是金泰妍。那李可、池中国、奥古斯托还有比埃拉构成了中场，也就是说李可伤愈复出，他取代了张稀哲在中场的位置，占据一个四中场的位置。张玉宁跟巴坎布继续首发，金泰妍呢今天是代替了王刚出现在首发右后卫的位置上。对啊，应该说对于金泰妍来说一直是右脚踢球啊，看看今天在右边后卫这种表现。对，他基本上这两年呢出现在左边位的位置比较多啊，他左脚现在也能传起质量非常好的球，今天直接到他的主力脚右脚这一边啊，看看能给进攻端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其实金泰妍此前的为数不多的出场制造了一个乌龙球，自己的有一个助攻，对吧？ 对啊，有一个助攻。啊，刚才这画面也非常有意思啊！奥古斯托以为是，北京中国国安队是应该是先走出来。按照今年中超的顺序呢，就是客队先出来，然后主队再出。这过往都是两队一块儿出，但是今年是这是防疫要求之一啊。今天是国安队是作为主队出战，尽管所有的比赛场地都是中立的。目前的北京中国国安队排在 B 小组的第二位，九轮比赛过后呢，5胜3平1负，进了22个球，丢了14个球，这个丢球数太多了。那么积分是18分，而王宝山教练执教的天津泰达在九轮比赛过后排名垫底啊，只有1分的积分，一场没胜，是16支球队当中唯一没有胜场的中超球队。奏上国歌仪式结束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2020赛季第二场的京津大战。那么在双方本赛季首回合的交手当中，国安队是3-1击败了天津队。那场比赛呢，阿兰、张稀哲都取得了进球，荣浩其实曾经一度把比分扳平过，而且是非常精彩的一脚世界波啊。但是呢之后于大宝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利用定位球的机会，在门前的一脚抽射，然后打在了天津队替补球员蓝金轩的脸上，对，进去了，其实是个乌龙球，所以最后是3-1的一个比分。现在我们看到天津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两个队的队长全部都是外援，阿西姆彭和奥古斯托。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39岁的张雷，来自大连的张雷。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呢是石真露。其实张雷就在这块场地上啊执法过国安的比赛。2019年的年初那一场的超级杯，对上港，国安其实那场比赛输了球，而张雷呢是作为上个赛季的中超金哨啊，执法了那场比赛。对，应该说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其实压力还都是非常大的。作为天津泰达来说呢，因为毕竟现在九场过后，那只积1分，
对，所有的应该说中超球队都取得过胜利啊，只有天津泰达还没有取得胜利。嗯，而且只有一场平局，现在已经七连败。对，但是还好啊，因为今年的赛程啊，赛制应该说最后可能是那种淘汰赛，嗯，所以你再差呢，最后只要你淘汰赛这个应该说能取得好的成绩以后呢，最起码你还能是保级成功。对，其实保不保级呢，并跟第一阶段的这个成绩没有太大关系。对啊，所以现在各个队呢，你像天津泰达这种情况，基本上也会就是以磨合阵容为主啊，为了最后第二阶段的比赛而努力了。而且泰达也在不断的厉兵秣马，增强自己的阵容。那刚刚引进了中锋利马，算是填上了之前离队的瓦格纳的缺。在中场位置，其实泰达一直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们现在有可能会引进离开上港的艾哈迈多夫。嗯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一条外援的中轴线，阿西姆彭、利马、艾哈迈多夫，再加上巴斯蒂安斯，其实实力还是相当可观。对。而且这种淘汰赛的赛制其实拼的就是一种耐心、嗯、拼的就是防守，只要你防守足够好的话，我相信这种淘汰赛、嗯、应该不会取得太坏的成绩。嗯，不过现在天津队也是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伤病问题啊，荣浩是软骨挫伤，已经连续两场比赛没有进名单了。而且感觉好像天津泰达队啊，今年的运气啊确实也是欠佳。对、啊、好像是已经是连续的点球不进两场，连续两场点球都没踢进，就是阿西姆彭罚丢了一个，巴斯蒂安斯罚丢了一个，而且好像连续的这种两场啊，关键的这种判罚可能造成了最后这种失分也好，是吧？对，哎，这下犯规了。天津队开场以后呢，确实向前压迫的也是比较凶啊，虽然摆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架势啊，但是开场这几下看上去应该是要抢开局，并不保守。我相信天津泰达队从上一场到这一场啊，这个短短的可能四到五天的这种训练当中，一定是演练的整体防守，嗯，包括这种定位球。因为毕竟现在各个队啊，就感觉中赫国安这个定位球啊，确实是一个短板。想要抓住国安的七寸啊，一定是苦练定位球。另外就是我们的高空防守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嗯。三号呢是赵宏略，已经30岁的老将了啊，曾经的大连球员。他今天依然是出任左后卫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中后场啊，这场比赛其实尽量的不要去犯规。嗯。池忠国前一段时间有伤，上一场比赛已经是首发出战了，作为防守型后腰啊，打了90分钟的时间。李可呢，在之前的两场比赛是出现了一些伤势，上一场比赛并没有报名，但是这场比赛回到了首发阵容当中。这样其实池忠国、李可他们都在防守上是很有特点的球员，当然池忠国是那种攻守兼备的球员。嗯，现在他是站到西哲上一场比赛站在这个右前卫的位置。但是池忠国呢基本上就是属于去串联的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如果西哲在场上的话，他是具备这种应该说威胁球传球能力的、就是他可以制造机会，至少是更多的制造机会。那今天在这个头球顶下来，第二点队友没有拿到。对，这样的加强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啊。现在比埃拉回来帮助防守。你看天津泰达所有这个球员啊，除了阿基姆彭跟利马以外，几乎9个人全员就缩回去了。阿西姆彭和利马还不能缩得太深，因为万一这个有反击机会呢、他们俩得在前边。对，他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就是属于这种在切断的这种作用。嗯，完队连续传导之后呢，想要往禁区里抹的时候，比埃拉的球被断。上一场比赛直播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国安队在
抢断的数字上，全联赛居然排倒数第二，这个是让我们很吃惊的一个数字。但是上一场比赛过后啊，国安队的抢断上升了一位，到了现在是倒数第三。但是抢断成功率国安是排第一的，就是这还是一个倒挂的一个数字，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抢的次数不够多，可能光围不抢，导致我们抢断的质量不够高，是应该说我们抢断的总体数量不够高。嗯，这样是不是就在防守端，我们其实没有给对手足够的压力？对，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其实，除了定位球防守其实失分比较多以外，其实有的这种阵地战的比赛，我们防守球员的人数啊还是占优的。嗯、对。就包括其实我们上一场丢武汉的第二个球啊，刘毅的右脚的那种传中，当时埃弗拉传给刘毅以后向中间去收的话，其实我们中间当时有两个人。哦，我看这非常好的机会，这是张玉宁啊，接到队友的斜传球之后呢，拨了一步直接右脚的抽射，一个地滚球被守门员佟尚坤得到了。刚才继续说啊，说到这个第二个球，埃弗拉往里插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防守球员啊，根本就没看见他，嗯，就光看着这个球的位置了。好，直接找到阿奇姆彭。阿奇姆彭这个赛季表现确实数据上非常看看阿奇姆彭，这个球阿奇姆彭直接传到了六码区里边，好的，侯森直接把球得到。这个赛季为止啊，到目前为止，阿奇姆彭居然是零进球、零助攻，还打丢一个点球。对。上个赛季其实他被天津泰达出战30场联赛，绝对的主力，打进9球，助攻9球，是泰达保级的关键球。而且泰达上一次在国安队身上拿分啊，还真是在工体拿的。他们2018年4月份曾经1-1战平了国安队，当时就是阿奇姆彭的一个反击啊，让国安没有能够持续连胜。对，有的时候其实球员这个状态，其实跟整体的这个球队的状态还是息息相关的。对。有句老话，这个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确实这个天津队啊，最近这个运气确实也不好。对，刚才巴坎布是有意要做一个身后球吗？那应该是他想跟奥国打一个2-1这种配合。对，奥国拉开，金泰妍。传到奥古斯托，敲了一下比埃拉，奥古斯托521连线，奥古斯托换到右脚，哎，这球比埃拉没法接了，因为他已经越位了。嗯。但是我们看啊，两个人还是习惯的，你传我，我传你。对。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啊，必定是这两个人互相传，它是一条线。那如果我们假设可能朴成在场上，或者是这个西哲在场上，那三个人形成的它就是一个面了。对，所以你就不太好防了。哎，所以怎么才是更有效率的攻击方法？这是需要教练组不断的跟队员去灌输。但是我们一定要对，这些球员啊要有信心，因为毕竟我们好的时候，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也是这些球员。因为泰达这个三中卫体系啊，前人和球员刘洋是打在拖后的位置上，巴斯蒂安斯是左边这个盯人中卫，而身高达到1.92米的邱天一呢是右边这个盯人中卫，两个边后卫是赵宏略和钱宇淼，宋岳和郭浩打到中场后腰位置，在他们两个人的左右两侧呢，分别是刘若凡和阿奇姆彭。立马就是顶着前面这前锋。其实阿奇姆彭呢，也不完全在边上，当然他基本上抱着左边啊，在左路多一些。站位来看，他更像是跟立马打一双前锋，对，一个5-3-2的一个配置。我们看王宝山接队以后啊，他确实也发现了天津泰达这个防守的问题，因为毕竟他现在两个中卫呢。可能身高有，但是确实这个
回防的速度，包括协防的能力，确实出现了问题。对，所以他现在在两个人的身后啊，摆了一个这种拖后。李磊，奥古斯托，奥古斯托现在出现在了前场的右路，金泰妍，好球啊！巴坎布再打出来，别拉一对一，出现加抢了。啊，点球点附近的这个传球，哎，吹了张玉宁的犯规。33号宋岳，宋岳也是28岁，他是从低级别联赛啊打出名堂来，然后现在加盟到天津泰达。嗯，之前效力过南通之云。守门员滕尚坤呢是顶替了受伤的主力门将杜佳，啊，成为首发的门将，因为杜佳可能是背部有伤势啊。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才说天津泰达成绩确实是已经差到出乎想象的地步，而且队里面荣浩进3个球的荣浩，主力射手乔纳森，还有刚从国安转会去的雷腾龙，主力门将杜佳，现在全是有伤在身。对，确实是。而且有意思的，其实我们很多老球迷都知道，就是这种天津队啊，老的天津队的守门员基本都是国门。嗯嗯，因为就是天津队好像出国门啊，当时出门。但是现在好像近几年啊，就感觉天津队这个守门员的位置一直好像不太让人放心。是，而且经常出现这种低级的这种错误。关在前场，现在轮转的非常流畅啊！好球，打到这边金泰妍的接应。啊，我现在需要把宽度拉开。嗯，因为毕竟对手的防守人数太多了。对，你看在我们的压迫之下，我们立刻前场得到2次球权，这样呢又制造了一个禁区前大概6-7米地方的一个定位球，这是李可上前的抢断，迫使对手犯规。身高是1.88米，曾经在鲁能接受青训。看这个镜头是李可主罚吧？嗯。哦，李可这脚任意球直接打在人墙上。中国李可。这李可的定位球好像，这主罚好像非常少哈。嗯，这应该是在训练里练。要不然不可能上来第一个定位球就是李可来发，因为你有奥古斯托就别拉。对呀，啊，可能是不是远距离？但是如果要李可发的，我相信的话，应该不会去，好像直接射门哈。嗯。李磊在本赛季已经打进过一粒进球。李磊的那粒进球是不是好像就是对天津泰达的那粒？不是，是第一场第一轮跟重庆。哦，对对对。反正当时记得好像是，赛季好像前几场的这种情况。对。泰达是我们第三轮比赛的对手。其实国安最近这几年对泰达的战绩真是压倒性的优势啊！最近连续5次在联赛里战胜天津泰达，5连胜，而且上个赛季当然也是双杀泰达了，客场2-1，主场3-1的一个成绩。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两场比赛啊，王子铭跟奥古斯托都取得了进球。我印象当中好像阿兰也是2到3场没有首发了。嗯，其实虽然是规划球员啊，他其实他之前也是
在中国联赛以外援的身份来到了中国，嗯，这能力我觉得还是不容置疑的。对，而且你热身赛的时候啊，阿兰是进球唯一的保障，嗯，超级射手，但是到了正式比赛呢，阿兰反而倒没机会。对，好像除了巴坎布以外，可能进球最多也是阿兰。他进了三个，就是排在队内射手榜第二位。巴坎布现在排在整个联赛的射手榜的第一位，是进了八个球，五场比赛连续五场比赛打进了八个球。机会，嗯，看天津这个，对，回防的速度啊，真是快。哦，漂亮，漂亮啊！这个球是一个节奏上的这变化，是宋岳是吧？巴斯蒂安斯直接放倒了巴坎布。开场这十五分钟踢的呀，国安队节奏变化不是太明显。哦，漂亮漂亮，这一下过掉了李可，果然就是宋岳啊。这个从低级别联赛打上来的球员，确实还身上有功夫。现在需要考虑啊，怎么更好的其实拉开宽度，把两个边路能够打活，其实现在是最重要的。嗯，不能说一味的就在中路这种做文章，因为本来呢我们推进到前场速度就不够快，你打不到对手身后，我们是总是要面对对手的正面防守，我们这样的话你再不拉开宽度一直往中路扎的话，就是人家又正面，中路又可以密集，你想打透是不可能的。对，所以我们需要打开边路，有很好的这种传中质量，嗯，然后给对手能够造成这种更大的威胁。而且就算我们其实失误在边路的话，他想对我们的球门造成威胁，这种距离啊可能更远。嗯，对，这场比赛其实这种控球率啊就可能显着意义不是很大了。好球、哦、哎呀，张宁做第二脚的时候有可能有点太快了，嗯，啊，太突快了，比埃拉没跟上，他是发现了那个空间。对，确实这种配合我相信可能在训练当中一定是演练过。嗯嗯，金泰妍跟这个金民在啊，二金好像两个人应该是这个交流好像不成什么问题。对对对对，奥古斯托回到自己更熟悉的左路的位置，比埃拉出来接，还是找奥古斯托，比埃拉，哎，这球还是找奥古斯托，你看，好在天津队呢，好像进攻上也没什么欲望，这球反正就大脚往前一传，拿着就拿着，拿不着也无所谓。对，其实天津队现在，应该说非常明确。我就是这种好球百打八的打法。这球呢由于球速比较快，球比较重啊，所以比埃拉突入进去以后这第一脚没停好，而球给弹起来。
他说还说中路人太多了，我们要一定要把边路打活。就想这么直接塞中路，说能把这场球进攻打活的话，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你们现在踢了将近20分钟，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我们这个边路的两个边路的传中啊，应该一次都没有呢。嗯，只有一次，几乎到中路的一个45度角往后门柱打的一个长高球。哦。这种回传球太危险了，16号刘若凡啊，杀到罚球区里面，多亏侯森是率先解围了，但是侯森好像出来也有点慢啊。刘若凡是从申花租借到泰达的球员，也是只有21岁的非常年轻的球员，也参加了去年的这种奥运会预选赛。嗯，在奥运会预选赛之前，好像刘若凡也是饱受这种伤病哈，最后可能才搭上了这个末班车。嗯，这是一脚转移球，金泰妍还是把球拿到了，金泰妍再传到里边，看看第二点啊，这下呢在拼抢当中是出现了犯规。这球于洋啊精力非常集中，对，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如果让立马拿到球呢，其实对方马上就能组织反击，因为我们所有的兵力都在前场。对，所以于洋这个上抢其实不仅是破坏了对手的一次反击，反而还给我们自己赢得了一次前场的定位球。金敏哉，奥古斯托回来了，李磊别了，李磊啊，李磊想穿裆过人，这一下呢还是被对手把球留下来。哦哦，这球要迅速加强啊，阿奇姆方还是把球带过去了，非常危险，反击了不好，对，不要再推了。哎，哎，这球什么球？于洋领到一张黄牌，阿奇姆彭摔倒在罚球区里，应该给他李可啊，李可啊，不是不是李可，应该给他李可啊。张雷认为李可是破坏了对手的一次明显进攻机会，阿奇姆彭已经全速在突进，所以在进罚球区之前呢，也确实是没办法，必须得干扰一下。李可付出了一张黄牌的代价，而且呢，天津泰达得到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定位球，看谁来罚啊？立马是不是有这种脚法，在近距离？因为罚球区离球门呢就是不到20米，嗯，这么一个距离，这种近距离，我觉得。阿奇姆彭可能不具备这个啊，哦，应该是阿奇姆彭，反正给他的镜头啊，我就因为他左脚嘛，哦，他自己才说哈，他自己要踢，嗯，啊还在，啊确实是这两个人，禁区线外边一点，因为这个防守球员啊，进攻球员必须离开防守人墙要有1米以上的距离啊，所以他们不能进入人墙。阿奇姆彭的左脚这个位置还不错啊。哦，打一个低的啊，侯森注意力非常集中，
侯森注意力非常集中。其实这个球就是打巧，他还是用脚攻打的，所以球速不是很快。对，我现在感觉好像这种打这个人墙脚下啊，好像特别流行了。对，现在大家都喜欢这么打。而且防守方呢，也经常会在人墙身后安排一个躺着的。对。所以这要搁原来比赛，说有一球员躺会儿，这教练早急了。现在躺是战术纪律，看到有没有软射？哎，还好。这是奥古斯托在连续摆脱两个人的防守纠缠之后呢，完成了一脚远射。哎，这一下看出来状态已经恢复的七七八八了啊。嗯。所以说肯定从他那几步跑还能看出来他不是最好的样子。对，因为之前他一场比赛几乎没有突破，没有射门，他可能就是这种串联。对，现在最起码能让自己动起来了，能摆脱射门，最后是被巴斯蒂安斯把球挡出去。裁判警告巴坎布跟赵宏略两个人在球门线前。赵宏略非常有经验，而且有意思的是，天津泰达队目前是两个左后卫进球最多，进球最多的是进三球的荣浩。哦，然后进球第二多的是进两个球的赵宏略，就是两个左后卫，这个进球最多，其他人最多就进一个。嗯，他总共才进了七个球，也是十六支球队当中进球最少的。交给于洋。天津队现在属于我宁愿开大脚啊，也不会在我自己的这个中后场丢球。对，他这个应该也是一个针对国安的一个策略，因为如果他在中后场想要把球传导上去的话，很容易陷入国安前场的高压逼抢，丢失球权。哎，球门区里这是守门员滕尚坤再次抓住皮球。我们现在要需要下底，怎么能把边路打透？奥斯托一直抢到了罚球区里，需要大家互相把球传起来，而且在无球跑动方面的国安队需要做得更积极一点。嗯，其实在上一场和武汉打平之后呢，跟很多业内资深的老教练都有过交流，大家统一的觉得其实国安在进攻端还是很有章法，打得非常漂亮。来，先看这个球，传达进木棚身后，所以这球一下速度下来了。但是呢，国安现在这种控球踢法其实比防守踢法要更费体。对，因为他要求无球队员不断的在跑断，所以你比防守方的队员要更付出更多的体力，因为你必须要更主动。哦，中间又空了。对，这球幸亏啊打在谁的腿上了。嗯，如果按照原定线路发展的话，这球很有可能又造成对方极具威胁的一个射门。所以在我们
用高强度跑，更多的高强度跑换取了进攻场面，然后取得比分领先以后，其实我们应该更及时的在下半时体能下降了，失去控制能力的时候做出调整。对啊，但是我们显然调整其实是不够快。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体能确实也没有好到我们用这种踢法来坚持九十分钟。嗯啊，莱拉的边路拿球被赵宏略把球捅掉。这是主教练王宝山，嗯，这上课以来也是四连败了，对，所以压力真是非常大，确实压力非常大。但是他们现在还好，就是非常明确了，我就是保级，嗯，好球，好球啊，这个球拦了过来，张雨宁有没有机会？可以转身吗？打门球进了，张雨宁个人第三粒联赛进球，非常漂亮。这是应该天津队自己啊。这三个和尚没水吃了，对，这都不去捅了。你第一脚赶紧解围，两个人这球在两个人中间逛了一下，最后让国安队抢到了禁区里重新得到球权，这个就太可怕了。虽然这个球是在禁区里，这别了，它也算应该是传中嘛，横传，嗯，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能够把球啊发展到这个下底这种阶段，才能给对手造成这种威胁。这球啊，我觉得巴坎布值得表扬。嗯，他这脚底板一拉，直接把球塞到了一个内部无人的空当里面。然后别拉呢，其实两个人就完全想到一块儿，就别拉正好就杀到那个空间里。啊，这球就是邱天一啊。嗯，就是人在位置，不去伸脚。这确实。我们就是本土的这个防守球员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不伸脚的防守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对，其实就是无效防守。嗯，张雨宁本赛季第三次首发，第三个进球，而且比埃拉的助攻数啊，这还不能算比埃拉助攻。哦，对对，这还不能算比埃拉助攻。这场比赛是不是应该杨帆，是不是应该是回避还是？哦，有可能。不，应该没有了，因为那个第一循环我们是作为客队打天津泰达是回避，哦，但是这种回避条款一般。换到主队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是我们这个有时候也不明白啊，为什么这个回避条款是什么？就是你是觉得他能给你造成威胁，然后你给他卖了，嗯，是吧？对，在国际足坛，只有这个租借球员在面对自己真正的主队的时候才有回避，对，因为很多关系你没法处理啊，所以回避还是合理的。但是已经转会了，这个。就很多事啊，包括其实恒大的有些球员啊，嗯，你像郜林可能转会到哪儿哪儿，或者是像冯潇霆他们转会申花啊，都是踢不了。这个东西那这有点不理解，哎，是咱们比较特色的一东西。不过这场杨帆也确实没报名，可能还回避。啊，爆了爆了，杨帆在里面，嗯，啊，杨帆在里面。巴坎布这一靠，往里一坐，啊，又有了！比埃拉打门之前呀，啊，这球裁判已经吹了。这球是什么？任意球。
我觉得这球如果要有利的话，其实完全可以让国安继续发展啊。这个球，对啊，你看这球如果要比埃莱打进了，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次进攻。对，这真是发球区线外边一米，这是距离球门线20米的一个距离，10米吧。所以其实裁判也一样，一个好的球员他能想到第三步、第四步，其实裁判也一样，你也能够看到这个第二步、第三步。对。贝拉在说什么？确实，比埃拉在主罚任意球之前，这个眼神啊，充满了智慧的光芒。看看他怎么设计，看看会不会李磊主罚？他刚才是在跟李磊说话。打起来，这球想打一个巧的，于是牺牲了速度。稍有些近啊，你想绕过人墙以后，确实很难再落下来。对，但他的脚法是有可能做到。不过巴坎布，你看五场进八个球以后，这个状态确实很好， 对吧？刚才进球是由他的一个直 C 球制造的，然后呢，这个定位球也是巴坎布在背靠对手的高大中卫的时候啊，造成了对手的犯规。这自己传球啊、摆脱呀、做的都，我觉得很完美。金泰燕，又是这种比分领先的局面啊。国安队在过去9轮比赛里面全部都能取得比分的领先，但是我们其中有4场比赛没有拿下来。这也是说明啊，其实我们确实有这个实力。对，那巴坎布斜着跑，但是这时候也没法传了。边路边路，对，传中传好，这是个空档，哦，好机会。很好很好的配合。最后的这个传射稍微差了一点点。但是必须要追求这种正确的打法。天津队今年丢球丢了23个，这是 B 小组丢球最多的球队。A 小组垫底的河南呢，现在已经丢了24个。这俩队呢，全都是王宝山的队。王宝山教练本来应该是带河南在大连打中超，但是赛季开始前突然下课。张玉宁标志性的转身抽射，也是打出信心了。张玉宁也是连场进球了。又是邱天一啊，巴坎布如果能够连续6场进球应该会追平队史记录。之前这大四喜就已经是破这个队史记录了。对对，他立马这身体，对，协防。这个动作，哎，真是狠啊！这个时候必须要警告。对，而且他这是背后啊。对。宋岳刚才对比埃拉的一个犯规。比埃拉对主裁判也是很无奈啊。这球，这是要吃牌的，这种动作就明摆着对着身体去的。
篮球国安队是对手的三倍啊，成功率达到90%。我们上半场总能打出这样的数据，嗯，但是现在我们期待下半场我们同样有这种控制力。其实天津队你看似防守球员人多，但是其实他给咱们的压力其实并不大。对，他只是，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就是拉开宽度，能把这边路打开。对，得转移一下，转移一下，再回到中路。对，我们利用中路过渡，对，转移到边路。敲，金民哉，巴坎布，巴坎布背身拿球，又是被巴斯蒂安斯犯规。巴斯蒂安斯是来自德国的球员，是天津泰达队的前任主教练施蒂利克引进的32岁德国中卫，1.88米，很强壮。他曾经在弗莱堡、赫塔、波鸿、德甲德乙都踢过。哦，进来了！啊，最后一步没跟上。我相信，如果要是奥古斯托状态最好的时候，这球一定会切进去。对。啊，还有人传闻，这个巴斯蒂安斯啊，是施蒂利克的亲戚啊。因为现在可能成绩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谣言啊，可能全都出来了。全都出来了啊。守门没打远，二点，球还在罚球区里边。对，这个点一定要控制住。哎，没有越位，没有越位，这第一点赶不上啊，就应该没有了，因为毕竟守门员在禁区里，他还有一个伸手这个高度。没问题，金民哉的防守没有犯规。啊，于洋。啊？哦，这下漏过去了，不要伸脚。对。倒三角，哎呦，这是刘若凡。刘若凡，这脚不应该啊，至少应该打正嘛。这个应该不是这个表现，我认为应该不是这个国字号那种表现。这还是刚才张玉宁那个进球啊，自己拿球护球转身动作完成的，应该说天衣无缝。这个进球要感谢巴坎布，感谢比埃拉，更要感谢张玉宁在禁区里的强悍。已经进入到上半时的尾声阶段了，我觉得国安队应该争取能在最后几分钟里再扩大一下比分。嗯，尽管0-0目前对我们来说都不太保险了，但总2-0总还是比1-0要好一点。好球，好球啊，差一点点。我相信，如果要是。要是一球领先的话啊，嗯，你会让天津队看见这种拿分的希望，嗯，他肯定会跟你放手一搏机会。指中国，指中国向前过掉一个，中路太小了，一定要分到边路。你说这个犯规其实完全是在为刚才进攻上失误买单啊！金泰妍领到了一张黄牌，这样李可和金泰妍在上半时都领到黄牌。
因为我觉得这种防守跟进攻它是相互的，其实道理也是相互的。我们防守需要这个收缩，保持好相互的距离，那我们进攻就要拉开宽度。对，刚才小池这个带球向前呢，他可能自己有想法，但是其实从这个战略上来说，这叫带球走进麻烦，对吧？把自己带到了麻烦。就你看似中路空，你往中间一带，其实就是个陷阱。嗯，大家就跟这个防守就跟漏斗一样，对，就给你收在里边了。嗯，但是这种球权一丢失，在中路一丢球，对手立刻就能直的就打你反击。嗯，对手给我们压力并不大。嗯，就是我们持球人其实空间还挺多的，所以泰达这种防守呢，我们上半场只打一个，不是个理想的成绩。而且其实我认为不是说我们赢一个或者两个这个进球的问题，是我们其实对对手的球门啊，嗯，除了这粒进球没有造成更大的威胁。嗯，这是其实最可怕的。对，真正两次特别有想象力的这种威胁球的传球啊，一个是制造了进球，一个是没打成。嗯，这两次全是巴坎布传。看看这一下，还有吗？马斯连斯把球护送出了底线，这样上半场比赛应该没有时间了，因为只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这个球门球开出来呢，应该比赛就会以1-0来结束。啊，不用开出来了，张磊已经吹响了上半时比赛的结束哨。那么上半时的比赛，北京中国国安队是比分上1-0暂时领先。进球的是张玉宁，助攻的对，传最后一脚的是比埃拉，对，还不能算助攻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中场休息，先进一段广告。这是本赛季开始以后北京中和国安队第10轮的比赛，也是我们第10次在上半场就取得领先，对吧？嗯，但是我们的下半场总是让我们担心的。那在我们进入下半场之前，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在想，我们如何让下半场不再出现那种失控的局面。但是我们这个半场虽然比分领先，我们打的真的没问题吗？常静，你觉得？我觉得首先其实防守咱就不说了，因为对手几乎没有给咱们后防线造成任何的这种压力。我想说说进攻吧，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虽然这个占各项数据可能占据了绝对的这种优势，但是其实对对手这种球门啊根本就没有造成更多的那种威胁，除了这个进球啊可能造成了一种麻烦。我想说可能我们攻入到对方这种中前场禁区里边这种次数太少了，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一味的在中路的这种传切。其实我还是希望，因为对手基本上摆大巴这种踢法，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利用我们这种左右这两个边路能够下底把这个传中质量提高，才是真正我们下半场吧需要去做的。对，其实你从现在我们获得的这个上半时的实时数据来看啊，国安队的总跑动距离是5484米，比对手呢要多出了不少。而且更差别更大的一个数据呢是高强度跑的一个距离，我们的高强度跑呢2380，对手只有1500啊。啊，对，因为这种数据就是体现的非常明显了，因为毕竟你更主动，因为你是进攻一方，你需要更多的主动的这种跑，这种
变速变向这种急速的跑来扯除空当，所以这种数据体现的就是应该说非常正常。但是就是我们怎么能把这种优势转化为一种胜势，就是怎么能更有这种侵略性，对于对方的这种球门更有压迫性，这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也许高强度跑这个数据呢，说明我们是更主动去控球，是不断的去寻求进攻的一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寻求的效率现在来看显然是不高，不光是只取得了一个进球，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真正在禁区里制造对天津泰达的巨大的威胁。那么我们有这么大的控球优势，74%的控球优势，为什么我们对于对方的这个威胁却寥寥无几？这可能是我们中场要解决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我们上半场已经比对手多跑了800米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高强度啊，我说高强度。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比对手消耗了更多的体能。到下半场，我们是不是又会因为体能出现失控？是不是因为需要在失控之前去做出调整？常青，你觉得呢？其实我认为其实体能应该不成问题，因为其实这种比赛，因为我觉得是压倒性的那种优势，可能大家在进攻上可能更兴奋，所以就是最主要就是还是防止对手这种应该前场的这种定位球啊，包括反击，他几乎也就是用这两种方法能够打破我们自己的球门，所以就是我们丢球以后这种反抢，包括我们进攻，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争取我们丢球还是丢在边路，给对手就算是有失误，离我们的球门还有一定距离， 对于我们防守来说还有一定时间的，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我相信呢，王宝山教练一定不会束手就擒的。历史上他对国安的这个，他率领其他球队打国安也有过非常成功的战例啊。他下半场一定会在某个时段，尝试着能不能扳回比分。所以国安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好，再次回到我们的演播室。那么活出漂亮的别克昂科威 S 邀您收看精彩赛事。下半场我们期待着比上半场更精彩，更精彩的前提呢是国安打出更有质量的进攻。但我们的防守是不是也需要担心？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王宝山教练，我相信他一定会在某一个时段去突然把重心转移到进攻上啊，来试图扳回比赛。确实是吧？我觉得，因为毕竟现在他是一球落后，而不是说两球、三球。我觉得他能看见这种可能想取分的这种愿望。我觉得他肯定会变，因为毕竟输一个、输俩，其实对于他来说都一样。但是我想说，就是从过上半场这种表现，其实天津队真正对于我们后卫这种压迫，其实我觉得在之前的所有队当中，应该他是最差的，是吧？所以呢，其实，在比赛之前我还是有些担心，但是通过上半场这种天津队这种表现来说，我还是比较踏实的感觉。所以，但是不知道下半场天津队会不会这种变阵，会不会这种五后卫这种踢法变成四后卫或者三后卫，去孤注一掷的去跟你拼或者搏，这是需要我们在场上去阅读比赛了。天津队确实在上半场，就像常庆说的，没有给国安队带来足够的压力，我们可以比较从容的控球，但是即便如此，对手还是有三次的反击，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妨呢结合画面一起来看一看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一些精彩时刻啊。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那这是国安队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以后，张玉宁的一次向前的突击，空切之后接到队友的传球，趟了一步就是一脚打门，其实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对，其实天津队的防守啊，其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虽然人数占优，还是说其实有些都是无效防守。我们的传球控球率为什么这么高？就是他其实防守啊，其实跟进攻一样，都是需要有侵略性的。就是他其实防守对于我们来说，还真的不是那种侵略性非常强的那种防守。对。而天津队的三次很有威胁的反击，这是其中的一次啊，制造了李可的黄牌和一脚阿西姆彭的任意球，这是我们的那个进球。天津队这个就是常庆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天津队在禁区中路的这个防守，这个错误太低级了。对，这应该说是连续的几个错误吧。首先，大家我也说了，占优光防了没守，是吧？在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这个右边后部这个小将啊，其实收的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他解围的这个方向是原则性的这种错误，他基本上其实给对手给我们一个角球啊或者怎么着，其实完全可以化解这个防守。
前一秒这个球往回踢往中间给，这个完全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防守错误。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感谢这一次的失误，国安队才取得了领先。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我们还能控制住比赛，这种控制我们在下半场怎么去强化它，或者说至少保持它，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等待着下半场比赛的开始。北京电视台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为您直播的2020赛季中超联赛第十轮北京中国国安队对阵天津泰达队的比赛。现在呢，随着主裁判张雷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开球了。国安队目前呢在场上1-0暂时领先，上半时为国安队进球的是9号前锋张玉宁。中场一上来双方都没有采取换人啊。王宝山教练也保持先不变。其实前几场呢，国安队的对手大部分都在中场就采取了换人。对，啊，少的换一个，多的有换三个的。来看看这个，到边路还有人接应，啊，这球传的稍微的靠前了一点点。再一次在前场获得球权。多分给李磊，张玉宁，奥古斯托给了李磊，泰达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防守位置上，所以这个球想突进去不容易。奥古斯托提速还是没有机会打门啊。对，这个球在中路被断，其实奥古斯托有点犹豫，先给他的速度降下来，别让他快起来。好球，这是李可的断球。天，这阿奇姆彭在右路啊，他基本上就跟感觉瘸一条腿一样。对，但是他现在好像就站在右路啊，所以就得防他这种内切了。张玉宁头球点下来给李磊，但是对手没有给你空间啊。好球，这个解围也是出现了失误。哎，别了、有力，看有没有远射。奥古斯托他多调整了一步啊，这球就被国豪打下来了。对，李可，身再分边，落点稍微的远了一点点，机会，奥古斯托，这赵红六打门，奥古斯托世界波，这希望这一粒进球啊也能捅破奥古斯托这个窗户纸，让他重新能够找到更好的这种状态。第48分钟，奥古斯托打进一球，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粒进球，他终于在记录表上为自己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过去4年的时间，奥古斯托进球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信手拈来的事情，但这个赛季一直打到第10轮他才取得自己的第一粒进球，非常艰难，原因很复杂，我不再赘述了，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啊，其实作为赵红略来说，真的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啊。你边后卫解围一定要高远，或者甚至你的方向可以向后蹭，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你应该说这个球的助攻啊，是赵红略助攻给奥古斯托的。两个球，国安打进两个球，全是天津队助攻给我们的球员。对，因为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场其实拿球还是非常轻松的？这对手的防守啊，现在就是3个这种前卫。你是随便控球，还又是自己失误啊！来了，别了，抹进去，巴坎布，啊，连续6场进球，
来越来越近了。对，他三个人防守，他完全是移动不过来的，因为你传球的速度肯定要比跑动速度都快。所以呢，就是你一定要是尽快的让球动起来。嗯。而且他五三二，就是中场边路，确实是个问题。嗯，对吧？一旦到了边路，其实我面对的就是你一个边后卫。对。对阵型相对薄弱的是边路，所以长江一直在强调要拉边，要拉边，这个肯定是针对五三二的一个比较奏效的一个打法。啊，其实我们两个这种进球啊，都是这种传中，然后造成了对手应该说解围的这种错误，对，产生的进球。哦，米雷打进去，巴坎布做回来，啊，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哦，没有人站，你看。对手啊，这中间就变成空了。对，我们来回调动之后，你看刚才就是一个转移，然后利磊打进去，其实就是连续两脚，节奏也变化，线路也变化，把他的阵型给调空了。其实都是从边路发展过来的。对，你打哪怕倒到这个四十五度的有机会，你也可以传中。对，进球能够帮助球员迅速建立起强大的自信，而拥有强大的自信呢，也会让你的身体状态恢复得更快，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哦，好球啊！啊，这球李磊没接到，可惜了。齐敏哉，还是要继续控制。漂亮，太精准了，和米埃拉之间进行了越过两个人头顶的连线，又是一脚一次触球。哦，不要丢。对，李可还是很强悍的把球护了下来。老古米埃拉在中路啊，让你随便拿球。对，老天爷确实给的压力太小了。三个中场只站不抢。哦，张玉宁左脚的一脚传中球，哎，裁判员好像没有看到，但观众已经投诉有手球了。右路，对，一定要拉开。这金泰妍再往边路站一站。对，中国李磊传了一个低平的好球啊！巴坎布闪开啊！再打，又是奥古斯托。巴坎布第一脚触球如果足够完美的话，他自己是绝对有机会破门的。对。你看，又是从边路得到的机会，对吧？对，一定是因为我们现在就这种边路传球啊，绝对能给对手造成很大的这种威胁。因为防守的球员，他正面防守是他最有力的这个身体位置。就是你传中的话，他一定是侧身的。对，而且传中一旦是被我们的球员控制住球，他从侧身变成再转过身来，这个其实是我们射门最好的。对，而且就算他这种破坏解围出来，因为对手在中前卫这趟线他只有三个球员。嗯，你看他根本就是相互三个人这之间的空档是非常大的。对，三个人照顾不过来，因为这个可能我觉得跟球员个人能力也是有关系。对，我觉得哪怕其实天津完全可以撤下一个后卫啊，多一个中场都 OK。而且你看他中场站的层次呢过于平了之后，我们在两线之间，你看这又是在两线之间做文章。哦，哎，
中路啊，让对方利马，29岁的巴西前锋，那么利马这是在单打的机会，哎，这种横传就直接被断了。对，先推出去，快一点出球。所以国安现在几个进攻球员确实打出信心来了，不管是巴坎布还是比埃拉，多次就在对手前卫线身后、后卫线身前这个空间去接球。射门次数已经达到10次啊，有3次射正。天津泰达呢，到目前为止下半场还没有射门，上半场有2次，一次传中传好，对，可以可以。虽然这球被破坏出来，但是我们看到李磊还是很有想法。你只要是过第一点传中，就一定会有这种机会。对，阿奇姆彭不得不到后场来拿球，还是陷入广的围剿。现在国安传球成功率已经达到91%了。要小心啊，就没必要，因为这种比赛强度，我觉得没必要去吃无谓的牌。对。因为现在对手其实更着急啊，他挑动你的话，我觉得也要注意。哎呦，李磊这边今天成了我们的主攻方向啊！李磊现在活动球传中，总的传中次数已经有8次了，就在他这一路。但是这8次不都是他完成的，但是全都在左路。我们的中场还得加强控制。现在是比赛的第57分钟，金敏哉，按照往常的这个时间段，也是比赛的重心慢慢的向我们的后场转移的一个时间段，我们现在得需要加强控制。奥斯托，都连续过人，哎，这球还是天津队犯规了。但是这种盘带在这个位置很危险。这是奥斯托非常奋力的一个铲流球。这个前一秒啊，这个1-2-3小将没太敢拼。对，中国对手啊，应该说只有这个招架之功啊，真的没有还手之力。所以这种比赛对于我们后方向来说，就一定不能丢球。对，我们前10轮比赛只有一场没有丢球，是第二轮打武汉那场，我们1-0获胜，其他比赛全部都没有零封。但是上一场我们对武汉2-0领先，被对手打进2球，不仅让我们完成了对另外7个队全都丢球的一个并不光彩的记录，而且这也是历史上在中超联赛历史上武汉在国安身上拿到的第一分。哦，此前5次对武汉是5连胜，从没有丢过任何一次。而且就以我们现在这种丢球数来说，如果真是这种不是赛会制的比赛，如果是联赛的话，想必成绩一定不会好，因为毕竟如果你要是
有这个想夺冠这种这种欲望的话，基本上失球，场均的失球一定是在0.8以下，对，这个一以下吧。其实往往我们会看到哪个赛季的冠军球队，他进球当赛季未必最多，防守90%以上全都是失球最少的。空了。金田迅速靠近他，巴斯蒂安斯上来打门，这脚又进了。果然，在第六十分钟，刘若凡在罚球区里面得到一个机会。这个球我们的防守啊，还是看球。当时这种比赛不能丢球。我看啊，视频处理裁判啊。刘若凡是从上海申花租借到天津泰达的小将，就21岁。现在呢，场边应该是准备要换人。视频助理裁判也在介入比赛。再看一下，啊，就在看这下有没有对李可犯规啊。然后这球发展过来，你看，我们的左路右路完全是被拉空了。你看我们中间，就这个空当。现场也是下起了大雨啊，又一次赶上雨战，这是在等待视频助理裁判吗？啊，郭浩被换下了，这是哦，踩到了李可的左脚，对，这是怎么看看他的手势啊。一直没有给，他在想，不算，进球被取消了，因为之前有犯规。刘若凡不仅被取消了进球，还要吃到一张黄牌吗？啊，这个真叫祸不单行了。哦，还好没算啊。啊，那好，比分还是维持在2-0。刘若凡又吃到了一张黄牌，作为队长的阿奇姆彭当然不依不饶。再看啊，刘若凡其实他已经不太能控制住这个球的，然后他之后呢，哦，这一下是踩了李可的支撑脚，这确实是个犯规，是吧？但是这个球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对，我刚说啊，对于这种的，应该说几乎没有进攻威胁的一支球队，你不能再丢球了。哎，是什么动作？这球，等会儿，第二张黄牌了吧？奥古斯多刚才和对手发生了肢体冲撞，倒在地上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哎呦，然后这是俊岳跟赵宏略两个人夹击奥古斯多，全是附加动作。对，附加动作太多了。说倒在地上以后呢，脚也是碰到了宋岳，赵宏略，他已经吃到了一张黄牌。确实，刚刚被取消了一个进球，球员感觉到有点恼羞成怒，这时候情绪可能是有点激动。
团队在中场获得任意球的机会，横向转移到左路，李磊的回传，确实整个现在天津教练组呢在投诉，确实压力也大，对，但是还好今年的赛制啊，你要是如果往年这种联赛，你弄个十场不胜的话，对，只积一分，那你几乎今年的联就会降级了。但是还好，只要你能把这个淘汰赛打好，就能完成今年的任务。天津教练组应该是在投诉刚刚五十多倒地以后那个动作。这个苏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这个草地质量啊，依然是没法令人满意。联泰达有一次越位，果然就没有。啊，天队刚才是完成了一次换人啊，在 VR 介入的时候，郭浩被换下。上抢，没有犯规，奥古斯托得到球，其实是李磊的断球。哎呀，这一下，巴斯蒂安斯大长腿一跨把球断下来，而且直接带球到了前场，直接开始发动反击。他右脚，好球，好球，金泰妍，非常干净的断球啊，而准确地判断了对手的动作。跟出来，巴斯蒂安斯，巴斯蒂安斯也是左脚，对，解围出来之后啊，现在巴斯蒂安斯没有在位置上，团队可以快速一点推进到前场。好球，突然稍稍大了一点，大了。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这是比赛第68分钟啊，本来一次是巴坎波有可能形成单刀的机会。据说呢，艾哈迈多夫是在这场比赛之后有可能完成加盟天津泰达的手续。那下一场天津泰达打石家庄永昌的比赛有可能会登场。而且天津泰达是接下来连续两场比赛的对手全是石家庄永昌，因为这个周末要进行足协杯。足协杯和联赛他们连着打石家庄，这球应该是黄牌了。我们看现在天津队的其实三条线现在已经拉得比较长了，对，因为毕竟现在已经70分钟了，体能肯定出现问题了，没什么太多斗志。这个是宋岳，再次是他对比埃拉的犯规。而国安队下来也是连续两个同样的对手，足协杯和联赛全部都是打青岛黄海。当然中间还隔一轮比赛，
下周二国安首先要面对的是华夏，然后是连续两场打黄海。现在的华夏啊，你说这个势头跟第一轮的是完全不一样了。对，而且现在的华夏也在为这个小组的前四啊在做着努力。对，因为即便是第一循环碰华夏的时候，我们其实那场比赛打得非常狼狈。嗯，能那场能赢下来真是挺侥幸的。莱拉下半场一直是在左路来活动，李雷，你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体能也出问题，大家已经不怎么跑了，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寻求一下换换人了。对，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也不怎么抢的泰达。嗯，但你想想下一场打华夏的时候，就算你2-0领先，这个时候华夏的跑动和逼抢可肯定不是泰达这个，对，绝对不是这种强度 啊，而且他不会让你在中场轻易这种拿球。对，你看似防守队员都在位置上，其实效果是非常不好的。怎么可能让你比埃拉这种从容的这种拿球？对，你看这每个人拿球都得多大空间？你看基本上都是3到5米这种情况。哦，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坎布，巴坎布，这个机会，这个。这绝佳的机会啊！哎，确实没有越位，有一个中卫拖在了最后面，然后巴坎布转过身来，这个边裁的判断哈，真是准确。对对对。哦，他第一下想传，是想传啊，他想传张玉宁，他觉得自己打门角度好像掰不开，但作为一个射手应该有这个自信。换人了，西哲王子铭上场，西哲换下李可。对，西哲换李可，王子铭会不会张玉宁呗？哦，但是他应该换不了张玉宁。哦，U23必须在上面。对。没有交代啊！难道他换下的是巴坎布？啊，应该是巴坎布，对吧？啊，那这样巴坎布连续进球的记录就被终止了。哦，你看来现在在四位前锋当中，阿兰的顺位是第四。我们需要血糖他吗？难道于大宝呢已经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在后卫来排顺位还是在前锋排顺位？对，好像听说他的训练啊好像现在也被安排在这个前锋的位置了。对，也有前锋位置的训练。阿什姆狂拿到球，奔到边路，找红略，巴斯蒂安斯，转到这一侧，看侯森，好球，侯森。侯森出接高球的时候跟对手有身体接触。对，作为守门员，这个出击你必须要狠，在禁区里边，就无人能够侵犯你守门员。刚才是右路宋宇淼的传球，对手也是通过两个边路来回打，他就是一旦进入到阵地战以后，他是完全要拉开宽度那么打，对吧？几次威胁也都是这么出来的，包括被取消掉那个进球。
池忠国回到了李可的这个拖后的位置上，张稀哲呢是右中场，奥古斯托是左中场，而锋线上是王子铭替换了巴坎布，现在是王子铭跟张玉宁同时在场上。这场球国安确实在强调控制，但是别忘了我们现在能够这么扎实的控球完全是在于对手没有压迫，对，对手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对，突然给到王子铭，看看王子铭已经进到禁区了，王子铭倒三角传回来，这个球张玉宁打高了，太可惜了，这一脚传球应该说穿透了整个防线。对，别拉送出的威胁球创造了绝佳机会，但是王子铭这时候助攻给张玉宁，这个线路还是也非常好啊。对，就是可能张玉宁啊，对于球的分量没太预估好，对于球速没太预估好，肖智上变阵了啊，这样五号邱天一被换下，回家康上，回家康上，回家康可能是，仅有的两位在本赛季取得过进球的天津泰达的前场球员。应该是变四中场了。对，这时候要顶住，打球，这样肖智呢又有投球能力，包括1.86米的立马同样也在投球上应该是有很强的能力。李磊的这个防守就在后点，这一点还是被对手拿到了，这球没有问题。对，奥古斯托挡住了阿奇姆彭的传球，好球奥古斯托，哎，魏家康对奥古斯托的犯规。魏家康上来之后打到右边锋，感觉他魏家康是左边锋吧，右路是刘若凡，刘若凡，肖智和刘若凡踢到后腰去了阿奇姆彭现在拉到右路，对，阿奇姆彭是在右路，魏家康在左路，然后立马跟肖智顶在最前面，得孤注一掷了。虽然现在天津出现了很多问题啊，但是最起码我们能看到他还有这个欲望，对，他把比赛打回来，他会有招数，对吧？而且这个招数应该是，思路很明确。大家这么换完之后，大家全队就很统一。哦，危险，危险！侯森把球拿到，已经有人抽筋了，宋岳。那中场郭浩已经下去了，现在刘若凡都打到中场中路了，奥古斯托过去给宋岳去扳脚啊。刚才给奥古斯托吃了个肉夹馍的就是宋岳跟赵红六，但奥古斯托不计前嫌，这事儿直接机会上了。
到第八十分钟了，场上的比分呢是2-0，北京中国国安队暂时领先。而比埃拉全队传球701次，个人比埃拉一个人就106次，占了1/7。对啊，你让这种核心球员如果能有这种数据的话，对，我相信是吧，嗯，没有，应该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对，但是最后这十分钟啊，天津已经孤注一掷了。对，那想必他身后啊有一定会有很大的空档，哎，看看能不能再进球。别拉别拉别拉的观察，好，转身，这转空档也太大，但是这球没捅进呐。张玉宁这个让的非常好，嗯，那如果要能停在自己的右脚就好了。对，而且天津这俩中卫站的这个形状是个鱼形，你看。对，这个巴斯蒂斯也是只干球不干人，你把张玉宁都甩开2米外了。就张玉宁一个假的一个前插啊，往后一撤身子，这个节奏的变化非常好。我是不是换张玉宁了？你应该是侯永永换的，啊，对，这样侯永永换下张玉宁，保持一个场上的1-2-3。好，阿兰也上了。我们四个前锋倒是每场比赛都有出场机会。看看阿兰换下谁啊？会不会是？哦，比埃拉。哦，又让比埃拉下了。不过这个比赛到目前为止啊，池忠国也下了。嗯，那是不是吕鹏上了？不是，费尔南多啊。啊！现在我们五个换人名额也都用完了。对手这个32号是不是后补报的球员？应该是后补报的球员，这个在我目前掌握的名单里面还没有。好球，王梅大胆的过他，一过一。对，其实王子明具备这种一过一的能力啊。现在应该西哲是打在比埃拉的这个位置上，费尔南多作为拖后的这个前卫，侯永永跟西哲啊是两个中场球员。哦，是奥古斯托打到前腰去了。嗯，奥古斯托在昨天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也在说啊，自己可能需要这种在场上这种比赛时间的这种积累。嗯，应该说这场比赛是他第一次打满全场。对，国安的传球成功率呢已经达到92%。传球次数比对手多了500次。多500张传球。对。就是你随便传。这比赛泰达确实也让国安踢得太舒服了。就在中场拿到球，给了侯永永。边路给李可让出来，奥古斯托的边路接应到，还是给到李磊。好球，不错的传球，侯永永，
啊，线路没问题啊！啊，这球传得很好啊！嗯，齐哲，啊，有一个啊！刚才阿兰其实如果再积极一点啊，那个洪永那脚球应该是可以踢到的。太多了，来看看能不能打出单刀一对一，看能不能过他。阿兰啊，就换到左脚的一脚、哦、还有、啊、看这个对手又给我们做了一根。对，这个太配合了。这个阿兰这个假设真扣啊。对，如果再往里带一步可能效果更扣，往里带，因为对手一看都已经放弃了，对，已经投降了。就这一下，如果再往里带一步，带一步换到右脚去，对，几乎就没有了。对，哦，还有机会。哎呀，这球也是打在对方的身体上。阿兰的投出要一个点球，裁判没有给。天津现在完全的脱节啊。天津要这么踢的话，那很难赢球啊！这个但实话实说，天津这么没给压力，我们自己创造的机会本应该更多。费尔南多。今天交给张稀哲，哦，这个落点好，差点啊，很准啊。王子明、奥古斯托、费尔南多、火永永，哎，就王子明跟阿兰呢，可能配合的时间还不够长。比赛已经来到第88分钟了，这时候要注意力集中。魏家康，不让他们轻易传中。好球！你看，天津这三条线已经拉的，对，得有60米了。这是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中路西哲那儿，西哲打一脚，啊，还传，太细了。是可以打一脚了，3-1在第一循环，费尔南多的一脚射门，还可以，还可以。这个越过流马线反弹之后呢，这个球守门员还是给扑出来了。滕尚坤，费尔南多一看，反正你也不抢我。对。哦，好的。其实王宝山王指导跟这个河南建业这件事啊，感觉确实一个双输的局面。对，就是一个 A 组最后一名，一个 B 组最后一名。其实临阵换帅这是大忌，兵家大忌。河南虽说赢过球，但是丢的球比现在天津还多，这个也真是。球，张稀哲的一脚传球，李磊用左脚兜，拿进补防，已经回到自己的边后卫位置，再转移过去。对，对，让球来调动对手。因为在联赛开始前呀、
国安在北京集训期间是约天津队来打过一场热身赛，最后是5-0大胜天津，那时候天津应该就已经显露出问题，就整支球队的状态心态都不好，但我还是觉得以天津这么个人员班底，怎么也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态。对，好的，这巴斯蒂安斯啊，到现在体能还是非常好，抢他抢他，好球侯永永，非常好侯永永啊，这球不犯规吗？好球金明哉，把球断了，接下球，不要犯规，这人都不用伸脚。对，这种地方防守可以不用伸脚，而且是在你2-0领先的情况，因为他根本就形成不了。对，还有机会，奥布斯多还是一第二把球给带过来了。哎，这就吹了奥古的犯规，这球犯规。32号是苏元杰，他应该是从权健转回来的，对，他从天海来的，是不是出现了一点问题？不是李克，李磊可以下去，应该是李磊啊。但愿没有大问题啊，还好吧？应该。这王刚今天是坐替补席上，没有打。这整个90分钟应该是休息了。王刚也真是该休息休息。这金泰妍也是伤刚好。他首发替李磊那场呢，其实最后时刻他是有点拉伤。李可也是伤刚好，刚刚回到首发阵容。的转移，费尔南多张稀哲，费尔南多这球传的有点大，刚才稀哲给奥武一脚转移也是稍稍大了点，巴斯延斯，对，向住他。裁判张雷这时候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这样呢，在全场比赛90分钟过后，北京中和国安队是以2-0击败了天津泰达，再一次实现了对天津泰达的双杀，这应该是连续3个赛季，国安队来双杀天津泰达队了。那么，也恭喜啊，对，北京中和国安拿到了一场
应有的一场胜利吧。对，而且我觉得最可喜可贺的，最起码我们这场球是零封对手，第二次零封。嗯，虽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不足，但是最起码是一个好的开始。嗯，对，天津队现在确实从状态上、心态上，可能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提振，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赛季里呢完成保级任务。这样十轮过后，泰达依然不胜，是一平九负，而且到现在是八连败。嗯，啊，八连败应该是中超的一个新纪录。对，希望黄宝山指导带领天津泰达吧，尽快的走出这个阴影。嗯。而国安队呢，在拿下这个二比零之后啊，已经暂时在积分上面来到了第一位，因为我们之前跟上港只差两分，上港的比赛应该是马上开始，是20点开始的比赛，他们要对阵的是青岛黄海。上港在第一循环里面就是被青岛黄海逼平过。对啊，当然现在这支黄海好像状态也有点问题啊。这场比赛我们现场部分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儿。好，回到我们的演播室。最终呢，北京中和国安队是2-0击败了天津泰达，再一次实现了对天津泰达的一个双杀。我们姑且不去想对手，就说我们自己赢固然可喜，也是缓解了我们之前比赛踢的内容不好而成绩也受到影响的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赢呢肯定不能掩盖所有的问题。 对， 对吧。刚才我们也说了，非常恭喜中国国安，我觉得取得了一场应该说是必须赢下的一场比赛，因为毕竟现在我们这种队里的这些球员也好，我觉得跟现在这种天津泰达比赛现状的这种天津队比赛，你是必须要拿三分的，是吧？而且非常高兴的是，最起码我们这场比赛，不管对手做得如何吧，我们最起码是零封了对手。对，嗯。从赛后我们拿到的这个实时的数据来看呢，国安队的总跑动距离是13400多米啊，这个是要高出对手很多的。而且高强度跑方面呢，我们接近6000米的高强度跑，天津队才有4400，啊，才有4400，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所以天津队整场比赛没有压迫，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移动。那么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状态。国安队传球成功率真的高，最后是高达92%。对，因为他不抢你嘛，你肯定这个数据肯定会高。传球次数呢，826次对244次，我的天哪，这800多，这个我记得曾经我们好像前一场跟这个华夏幸福的时候，我们曾经好像才100多脚，对对，是吧？所以你这个相互之间一比较，就说明对手对于我们的限制是完全不够。所以我希望这场比赛的胜利呢，不要让我们麻痹，我们更应该打起精神，或者说提高警惕，下一个对手才是真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对手。好吧，那今天这场比赛就为大家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常庆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让我们下个比赛日再见。再见。